野西的歌我听了，你们也听了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我听到那个歌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危险，有一点点危险。这首歌完全不流行，但这首歌是我很想表达的一种音乐类型和方式。其实我是有点担心听众会觉得这不是他们熟悉的音乐。它是好的作品，它是非常高级的，但是就必须要让观众评审他们非常投入在这个状态里面，这个歌才有可能会成功。我一会儿我上去，我先把我的歌有多难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不好意思不投这个。我想哭，我真的想哭，我不行了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没有把握啊，完全没有把握。观众投票和媒体投票都没有把握。